我们现在要出发，然后去拍最后的聚好听的歌的节目，然后这里是我买给所有的老师们的小礼物，你们可以看，有很多不同的零食，在那个澳门买的，有一些对嗓子好的所以我为了他们买的。我现在的感觉，因为是我们最后一次录这个节目，我觉得有一点难过，还有一些遗憾，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OST， 我希望我可以多唱 OST， 然后我在这个节目里只唱了三首歌，但我希望我可以唱更多，跟更多的老师们合作，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，但我还是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个节目，然后唱了三首好听的 OST， 所以我觉得还是 OK 的。希望如果有还有一个巨好听的歌，我还能参加。今天我要唱的 OST 是偷偷藏不住的OST，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还是一个情歌，感觉很适合我的声音，因为原本的歌手也会用很多气声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我，而且也有一些英文的歌词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很舒服唱这首歌，表达今天的衣服看起来是很浪漫，是有 Prince 的风格，代表 Prince Love 浪漫这种感觉，我觉得会表达这首歌更好，所以我觉得今天穿这个衣服是最好的搭配，最好的选择。Tripping on my soul， 没真相刻在光阴里朦胧的念头。我也不知道，来，跟我们一起送一个老师礼物，他好像在这个房间里面。老师好，哇，不好意思，送你一个礼物，只是从礼物里面选一个，不好意思，要选一个。我是都给我，不好意思，随便选。好，谢谢，是这个澳门的很有名的啊，谢谢，你的嗓子好，谢谢，好，辛苦了。澳门买的，他们有一个东西，你可以选一个。我可以选一个，你可以帮我拿走。可以啊，那我们要这个话梅吧，好不好？可以，这个好吃。好呀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了，拜，一会儿见。好，拜拜。就是从澳门我买的零食，想送给你，你可以选。
后对你的嗓子好。哇，好像柠檬味。是。槟榔没，槟榔。你觉得你会喜欢？我觉得我会喜欢。好，你一会儿可以。好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哇，那个你喜欢的、那个？它是那个柠檬的那个。是。他们那个店是柠檬什么什么店，所以我就是喊的柠檬。有。对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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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好好。其实我也是那个。小礼物是吗？但会晚上我拿到那个房间床那个沙发那边，可以对是吗？哈哈，也是吃的是吗？是一边吃一边听歌唱，我也希望我可以唱给旁人。好拜拜。Hello， 嗨，你可以选。这是什么？只是对你的嗓子好了，对不起，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这是可能台面最有名的。最有名的。什么？喂，你吃了吗？你先吃。我可以吃一个吗？好吃，再见。拜拜，一会儿见。哇，这位帅哥，请问你是？是老师。啊哈。那我们两个很有名的老师，我想请问。啊。对你的嗓子很好。这嗓子好的。是。我还真没见过，这叫什么黄皮？对。不是很甜，但是非常好吃。哎，这个味道。因为是有那个橙色的，哦，因为它有甘草，对小的是蛮好的，我是很会买的，对吧？好，休息。OK，辛苦了，拜拜。谢谢你的嗓子红包。拜拜。谢谢。是喜欢的，喜欢，我很喜欢吃这个。这个是吗？不是，你可以选，我可以就这个就行。好，可以，谢谢，可以，辛苦了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你觉得哪个好吃、啊？这个。因为我喜欢的。甜的。那我就吃这个。这个好吃，但有点酸。这个也好吃、啊，那我就两个。可以。可以给我两个吗？嗯。你说哪个？这个是酸的。我喜欢这个，没吃过这个。那我吃这个。可以。一个吧，因为你一会儿还有其他的朋友。没关系，你可以选。那我。好。好。可以。好 ，OK。一会儿见。这个是从澳门来的。有你的零食，对你的嗓子好。谢谢。可以选一个你喜欢。太好了，我就是特别想吃这个来着。是吗？对，就是那个柑橘的那个吗？你觉得对你的嗓子？是的。好。哎，还是吃这个吗？啊，这两个是一样的吗？就这个。好，永吉柠檬，谢谢你。谢。行吧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感谢。啊，一会儿嗓子亮亮的。好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啊，请进，各位。是不是从澳门来的零食？澳门是一个很有名的店，你们可以。还记得吗？哎，你们去过吗？我一直在吃。是吗？我一直在吃。你最喜欢的味道是？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甘草柠檬。哎，考你一下，甘草柠檬是哪个？就是柠檬是吧？对，这是柠檬。西方上甘草柠檬是哪个？哇，他现在中文这么好了。哇，他这头这个头型可真好啊！太好了，头型太好。他这个甘草柠檬话量也多。好像我没有这个，其实真的没关系，就是它佛手柑也可以，佛手柑也对吧？化痰，意思就是我们来挑什么是？那你也可以去，我都可以啊，我都可以。来给你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我自己喜欢这个。哦，我觉得这个也好，幸福肉，哎，谢谢。佛手柑就是化痰的。这个呢，因为我们要给 Tia 应援嘛，对，但是 Tia 呢，就是之前唱过一首歌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，这首歌的原唱是刘欢老师，对啊，你看一下你能不能模仿来，我们俩试一下，我们俩一左手一右手，千万里，是这样，对啊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，可是你并不在意。他这样吗？我要跟你们一起，你真的要跟我一起来？哇，好嘞！我不会唱歌词，只会就表演这个。好，对，因为刘欢老师的手势标准的是手势就是好，对，
popping 好 popp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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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呀好来来来五六七八千万里我追寻着你，可是你却并不在意。我不想跟他们一起走，这个太可怕了。等一下，他负责转移。哎，你来负责 Tia 的那一段。对，因为 Tia 可以，因为 Tia 也是转移转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可以学习，就是类似于模仿 Tia 的转移和拉麦。好，好吧，我们俩唱，我们俩唱完两句。来来，哇，六对。千万里，我追寻着你。可是你却并不在意，这样吗？可以 ，OK 啊，就这样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就这样，很好，好不好？很好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对，麦克风。然后我们就说出那个 Tia 的那个口号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开始唱吗？哎，没接。我明白，我们还是前面唱，然后再说这个。好好好好，好吧，懂了，懂了。OK。你们可以先休息。拜拜拜拜，再见再见。对，嗓子好，谢谢。你可以试吗？不，选一个推荐哪个？我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好。你喜欢甜的？都可以啊。那我个人喜欢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不好意思，可以。就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你们记得吗？就是我在澳门买的零食，因为对我的嗓子好，所以我今天会一直带着，一直吸。给两个，你看，柠檬送给谁，然后他会找那个人。我们要送你一个礼物，你可以选，你是什么味道？他从澳门带来的这个小哇、啊、，OK， 黄皮。不是，你再选一个你想吃的，然后我选一个。啊，我知道，好行，来吧。说，我其实有点想尝一下柠檬。好，我想选这个。然后我们俩就可以分享，好，可以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不用谢，好，辛苦了，拜拜 ，See you later， 拜拜，好，我想吃三明，那我送你两个，好，感谢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下次谢，这是从澳门来的，谢谢你，高，没想到你可以唱这么高的感觉，哇，下次有机会合作，我很喜欢。
喜欢你的声音。对，是吗？是的。谢谢。是的。好，走。谢谢。